本节目由老中网与牛角融媒体联合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nia， 我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吃这间甜点店 Snowcraft。这间呢，它是主要是很复合式，说亚洲的甜点都有。像我最喜欢喝的就是他们的香港奶茶。那我们就继续吃给大家看吧。刚刚已经点完餐了，哒啦。这一整页全部都是饮料，然后我超级推荐他们家的 Hong Kong Style Milk Tea， 这一面呢是全部都是非常惊艳的美味的甜点。他们家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蜜糖吐司嘛，那我就不点这个，还蛮容易见到的，我就点他们家蛮特别的叫做 Jenga， 还有他们家我很推荐这个 Cream Brulee Toast， 这个它就是厚片吐司 Cream Brulee 上面那个焦糖，然后中间这块是草莓，他们会放一颗草莓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还点了他们家也蛮有特色的这种雪花冰，我还多点了一个这个叫做椰子布丁。它这边的饮料店或甜点店其实还蛮容易看得到，前一阵子意外吃到这种椰子果冻，然后它是透明胶状，我就觉得哎好清爽，好好吃。然后是我来这边的时候就点了这个，就吃下去发现它是奶味偏重，它整个是呈现白色的，美光手给大家看一下。你这边扒开之后没有吃到它真正本来的椰子肉，还是很绵密的那种奶酪。Dragon Well Green Tea 来了，你看晶莹剔透，就是其实可以看得到他们是现泡的茶，所以都要等一段时间，但是就是认真的茶，不是那种泡好的。再来呢，这杯是港式奶茶，我点超大杯，就可以知道我多爱吧。因为其实这间店我也蛮常来的，他们家的茶就是茶味很重，喝起来就比较香，比较顺口，不会太腻。那我们就来点甜点吧。喜欢哪一道呢？在脸书下留言跟我说吧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谢谢大家的购买。